嗯，跟他扯了嘴哈。嗯，都下来。都下来。动作慢了。手动的转的很慢，放的轨距的别往地下去边一放。慢点，慢点。这些都是辛苦的，一般都是写作词，如果你有时候特别火，那干到了吧？那来说点吧。动作慢点。啊，这个慢点。这你得把螺丝拿下去。螺丝拿下去，它伤了这个。啊？碰到伤了，来。不是伤，你伤上两个，我都停下来。我上边上了两个，就是上头下头。啊，对对，然后那就在最后两个上的时候再拍一下。嗯。这礼拜一先安排就安排做准备。哪一个中一遍的话，五百的你多少遍？看你多少遍。那是需要紧急离开吗？对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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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按照周末是吧？哎，嗯，动作轻点。今天周末得吃哈。嗯，得吃。先就是整个这一圈，先一块按还是先？
了，你就。虫沫硬丝裹筋裹绳都不好是吧？嗯，都不好，要夹着用上劲儿就行。嗯。这个俺上虫了。俺上虫。对。这能看到是吧？啊，能。照片的话也得验一下吧，不得换不得换吧，不得换不得换，不得换也不行。啥虫来着？啊？啥虫来着？对，甲虫好像比较快，就是不好找嘛。对。老婆娘子。转转，啊啊啊！在哪个位置呢？从你的侧上边水的，浅色背着的，在地下。嗯，对。下周照不到啊。嗯。就是比划一下就行。嗯。啊。咱原来给养过电杆厂打过交道，这头是打过。那个张文博你知道这是吧？
啊，没事，昨天我听见了，天上检查的那个室外，我忘了了，把我喊过去了，啊，他们让我检查上听的课，啊，找问不让，给我消息费，我进去咱们咱家那个铜杆儿给我卖给他们了，对，因为那该找人了，卖了没多长时间，啊，有空闲了，啊，对，行吧，啊，行，啊。安完了吗？安的。你安完了，一直到车手。车手。嗯。慢，动作慢着点。你做慢动作似的就行。这个动作在哪边做？这边，在这儿。哦。我靠那边。哦，得盘一圈是吧？对，盘一圈。他那个油泵那个线儿，他给慢的时候动作慢着点。放好衣服，你往边上靠上，就是哎，对，就那个。这是他就是上个就是给你补的时候，还再把哪个全部加了得安上。啊。什么定时从快从那个侧面那个一路绕边上。这边上的工作车，上上是从下车都不用车了，就接了个中间的。
不拧您啊，哪个部位得的您会的哦，好了吧，再拧拧拧，找个人快一点，这会儿你要是中国的话传统的话，传什么情况必须把点东西按了才行。哦，这个弦的时候是不是得剃一下的弦？不行，这不行，直接弦哈。啊，我是直接问。嗯。这废了，然后得剃剃一下。哦，这味儿。你跟他出了嘴哈。这敲牙里是吧？敲是敲铜片的。敲什么？铜片，铜片梁。哦。敲的钢片。嗯。对，铜管又。啊，铜管了。